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很久就没有来这个special版的过年期间我才敢这样子玩啊。好冷哦，早上的早上气温真的蛮低的啊。各位朋友跟我一起过一段路程啊。这以前就是皇家百货了。这边就市民大道了。然后这个时间我才刚下班，朋友哦，你们还在睡梦中啊，我才刚下班呢。小东路走九遍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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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这种影片的了哦。然后早上的风真的是蛮冷的。
照相要小心啊。有看到吗？那个很厉害的照相。这段路程只是回家的基本款，那我们还要再找新的。今天天气是又冷又好，又好又冷啊！再超过这个地下道，真的很难形容。好，那这个过年期间上班的服务业都辛苦了。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寂灭了，叹息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已走，花又落，有心人却沉默，我的怎么形容一生？
深爱错把你的伤。啊，世界豆浆庙开了啊，顺便跟各位讲。所以呢，今天有开的店就要直接吃了呢，不然就吃不到呢。OK。好，那以上就这个台北市路况的实况报道啊，过年除夕夜前夕，就希望各位朋友有个快乐的新年，拜拜。